欢迎大家来到山西大同。大同是著名的文化名城、雕塑之都、煤炭之都。这里是全国重要的能源城市之一，新材料、新能源让大同蓝成为了这个城市新的名片。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兄弟们，兄弟们，咱们工人有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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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太壮观了，朋友们，煤矿太壮观了。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嘿，太壮观了，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山西大同，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而大家身后的照片墙上是为祖国的工业生产创造出巨大财富的工人朋友们，今天你们就要与他们进行一场对决。啊！这叫什么？闭了，已经嘴都不行了，已经。在我们今天开始正式的对决之前，会有三位成员加入大家。首先，让我们欢迎他们一下。Hello， 好久不见。今天你们十位成员将成为一组，要跟你们对决的是一百位来自大同生产一线的工人兄弟，一百位，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哇，这太多人了吧！工人朋友们像潮水一般的向我们涌来。今天就是合唱比赛，对不对？对。欢迎一百位的工人兄弟，欢迎大家。欢迎。先让我们来认识他们一下，请我们的工人兄弟代表来为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们是煤矿工人，我叫杨卫东，我身后的这些都是来自井下生产一线的矿工代表，有很多都在这些照片墙上。我们煤矿工人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的队伍。矿工万岁！矿工万岁！大家好，我们是机电装备制造工人，中央机场是液压支架制造厂。液压支架呢，在井下是保护矿工生命安全和开采设备完好的重要机械。中央机场是一个与共和国同名的企业。大家好，我们是煤化工工人。简单来说，我们煤化工工人的主要工作就是将原料煤通过特殊的工艺处理，制作加工成甲醇等化工产品，以此来提高煤炭产品的附加值。在我们这个大集体中，80%以上都是本科及以上学历。我们所研发的项目一年可以节省2000万的工艺消耗费用，使我们单位的经济效益提高1.4亿元。学霸。大家好，我们是铜煤电力职工，主要任务是用煤发电，把光明带进千家万户。电厂80%都是重点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们都是今天这支队伍里面颜值最高的。好，我们的主要工作是科技管理和研发。近年来，我们获得了3项国家级科技进步奖、120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和176项专利。哇！要说学历啊，我们这里的学历最高，博士、硕士、研究生比一比皆是。我们就是工人中的陈赫，是头脑担当。什么？我不认同这句。你让我什么地方搞错了吧？我们不认同。
大家好，站在我身后的是我们同媒集团文体发展中心文工团的青年演员们，我们会把自己的这种文艺特长送给我们所有的矿工兄弟们，让他们能够安心开心的工作，谢谢。本家我们100名矿工代表呢有一样东西要送给你。什么什么？真的是战书啊。跑男的成员们，你们经历过无数次惊险又刺激的挑战，令我们深感佩服。但论速度、团结、脑力，我们工人兄弟可不一定比你们差。哦，知道你们要来大同，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向你们发出挑战。我们专门挑了跑得最快、力气最大、头脑最聪明的工人代表，希望能和你们一决高下。跑男团，你们敢应战吗？认真的，兄弟们，一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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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都到这个时候了，我们就说一句，就说一句，以和为贵，共赢发展。听我说，等一下，这只是迷惑你们。我们跑男团什么时候没有接受过挑战呢？所以我们接受挑战，大家有没有信心？有！以示底牌。在今天的最终环节，你们将要与这100位工人代表进行的挑战项目是100人拔旗竞赛。100人拔旗。100个人，100个！我们在之后的任务中可以赢得复活卡，它将在100人拔旗竞赛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希望大家全力以赴。跑男团，加油！这是什么 ？Oh my god！欢迎大家来到镜矿健身馆。这个地方是工人们每日忙碌后休闲活动的地方。你们要和我们的工人兄弟进行的第一个挑战项目是10 vs 1。啊？什么？什么？10 vs 1？这一名你们要对抗的兄弟工人是来自于晋华工矿通风副总工程师吕斌，欢迎。欢迎。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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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名32岁的副总工程师，工作9年，每个月下井15次以上，最深下到过300米的坑口底下。采访一下，下到300米是什么感觉？因为底下通风也正常，也有风。我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就是要保证底下的通风正常，风量充足，完了保证咱们所有作业人员的安全。就是不要让这个瓦斯浓度过高。对对对对，辛苦辛苦，不辛苦不辛苦。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风力啊，每小时是时速是多少？每秒最高可能到10米，我们井下最高风速会上到10米以上，最高的地方。因为要通风。对对对。在和我们沟通之后，我们的工人兄弟也非常希望你们能够在和他们工作相关的强风机前完成挑战，一会儿将由他来操纵鼓风机和你们进行对抗。他操作那个风机，请来领取任务卡。兄弟团成员在强风机前完成2项任务，每挑战成功1项任务将获得1张复活卡。哇！第一项，被降落伞跳远。被降落伞跳远，对着鼓风机怎么降落？
请大家派出第一项任务要出战的三位成员，你们要挑战的距离总和是3米。请大家派出第一轮要出战的成员，来，给个腰带。觉得你刚刚是不是加了风量？这个太丢人了。请派出第二位成员。男人担当。范丞丞，请准备。起。加油！加油！加油！基本上可以赢了，太棒！一个人完成了两个人。范丞丞挑战的成绩是1.85米，非常厉害，就我的高度啊！派出最后一位成员，你们觉得小鹿可以跳多远？10米，跳10米，我现在不在这儿了。小鹿，你要挑战的距离是1.15米，如果成功的话，那么大家就可以获胜。鹿晗，太好了。没关系，大家什么都没有看见，好不好？刚才只是练习一下，我暂时是练习一下。现在你怎么看？飞过去，飞过去。鹿晗，请准备。恭喜大家，第一项挑战成功，我们已经可以获得一张复活卡。接下来要进行的第二项挑战是迎着强风机吃面。成员需在强风机前吃面3分钟，3人吃完即为成功，成功可获得一张复活卡。
因为我们不能浪费，所以只要超过一半的面掉地上就算失败。我胃不好。好，现在请大家决定一下你们谁第一位出战。陈赫，陈赫，陈赫赢了。陈赫，吃货先来，吃货，好呀好呀，快。哇，很大一碗，哇塞！哎，裁判，你吃了这么大碗，过分了！你这，哎，这碗面明显比刚才那碗面多呀。对，根据每个人食量来的，根据每个人食量来的。是你的饭量，你们导演组素质这么低吗？陈赫挑战。开始。开始了吗？开始了吗？没容等你咽下去。我想回家。他想回家。我想我妈。他想他妈。以后还吃面吗？不吃面了。不吃面了。好可怕。好可怕。我推了一个新的发型。好，请大家派出第二位出战的成员。这没有人敢出来吧？太可怕了。那我来吧。我先来吧。来，你来，你来，你来。我告诉你，待会儿你的头发会很巨，就这样，这边是立起来。请准备，开始。对了。在我眼中，在我心中，有你的出现，就有蔚蓝天空。梦的城堡，用爱守候最美好的时光。在这，你应该是目前为止吃的最帅。抬头纹全部炸出来。你真的已经是吃到现在来说吃的最好看的一个，最帅的一个，发型很帅。刚才从中分，现在马上变成了一九分，就面和刘海美好的结合在一起。我们请下一位成员出战。等一下，他为什么比我傻？我比你瘦啊。他比你小不是应该的吗？
他每天在健身房消耗这么久，得给我添点来。重点，请准备，开始。请准备，开始。我有我自己的方法，筷子不是那么用的。他得把所有东西都撒出来的。技术牛 ，what？ 筷子不是那么用的。 服气的，李晨，这是我这么多年看你最丑的样子了。你变成了一条鳄鱼，你知道吗？不是，突然变得很胖。好，恭喜大家成功！恭喜大家，两项任务全部挑战成功，你们可以获得两张复活卡。来领取。这张复活卡会在最后的一个环节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实，作为我们的一线工人，他们要在井下负责生产，还要保证员工的安全，可以说是一个容错率很低的岗位。希望大家也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工人朋友。谢谢。哇。 什么机器啊？哇！变形金刚！哇！欢迎大家来到中央机场，你们身后的这些机器是在井下支撑煤层用的液压机架机。这些机器都是我们工人兄弟自主研发的项目。哦，太猛了！我们将在这里进行一个与皮带传送有关的挑战，10 vs 10。 现在让我们请出这一环节当中10位工人兄弟。欢迎！哎呦，哇！太阳当空的，好可爱啊！我是海博同学，同事们好，我跟你们同年。哇！我跟他们一组可以吗？叫什么？大家好，我叫张欣。 我在4年级，我的爸爸是下井工人，然后我的梦想是当一名美食家，吃遍中国的所有美食。哦，大家好，我叫卢佳毅，我今年上5年级了，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像邓超一样给大家带来欢笑的演员。来 ，yes。 我最喜欢鹿晗，我最喜欢鹿晗。这个反转好啊！这个反转我喜欢。大家好，我叫王雅莹，我的梦想长大以后想做一名作家。作家。大家好，我叫王璐瑾，我是2年级的小学生，我的爸爸和妈妈都是一名工人。大家好，我叫常浩春，我的爸爸是一位工人。大家好，我叫任思然。 我的梦想是当一位军人。哇哦，这个好。大家好，我叫郭玉琴，我爸爸是一个工人。大家好，我叫孙瑞泽，在跑男团里我最喜欢 Angelababy。 大家好，我叫魏博，谢谢。我的爸爸是一位下井工人，我的梦想是长大成为一名科学家。哇，太棒。大家好，我叫李浩洋，今年上6年级，我的梦想是。 当一名宇航员，登上太空。哇，厉害！在跑男团里头，我最喜欢李晨哥哥。李晨哥哥，他的力气最大，然后呢，就非常的忠诚、憨厚。嗯、谢谢。哎，这一趴刚才点到名字的路，好吗？ 你们自己录，先录下一个。我现在哎，自主研发。我们走下一个。
让我们再次欢迎这十位小朋友，他们就是你们这一环节当中挑战的十位兄弟，而他们的父母其实都是工人。你们有没有信心？有。哎，我知道你有信心，但是让个镜头给我好不好？传送带猜词，双方每轮各派六人出战，五人编橡皮泥接力，一人猜词。好，请准备。老年笛子可厉害。我喜欢他这个舞步。好可爱呀、啊！哇！做一个头箍，就做一个头箍。不会，哎，可以 ，OK。盖本书啊？啥？这是三个点。你做人物，还不如做个猪八戒呢。方向就朝西，不朝西，不再念西边，九齿钉耙，喂，你别破坏我的西边，什么都看不出来，用象形的眼睛就完全可以做到，我们赢了，我们才赢了，咋做？压平过的帽子，我们尽力了，真的，太难捏了这个。嗯，请两队写下答案。啊？哎，你们捏的什么鬼？这是啥呀？我们的小朋友懵了。你感受一下。So easy。来吧，请亮题板。来吧，请亮题板。你这写的是啥呀？啥也没写。啥也没写。捏得太抽象了。恭喜超哥，猜词正确。太厉害了！是不是你看出我们那兵器有九齿钉耙？那耙做得非常好。你没有看到那个箭头向西吗？我看到这差点大力水手。现在，小朋友要接受一个惩罚。兄弟团，你们可以去弹小朋友的脑门。准备好了吗？嗯，没事。对。你确定好了？嗯，确定。你要见证那个吗？还闭上眼睛。一、二、三、爹！哎呀，真痛！对，再来一下。哎，对，哎，最后弹牙上了，弹牙上了。我就弹哪里？天哪！成功啊！这真的很聪明，为了不被弹，宁愿这样。下一题，请出题。啊！捏一个嘴唇，捏一个嘴唇和一个鼻子，还得有个鼻子。哇，好棒！做头巾嘛，老祖妈今天带了个头巾。啊，做头巾。嘴唇不够，下嘴唇要厚，什么下嘴唇要厚？我上下嘴唇都厚。赢了，这把我们又赢了。能赢好吗？好，时间到。好难猜啊，这个。这个要邓超猜不出来，就真的绿了。
屏写下答案。好，我明白了。来，三二一，请亮题板。恭喜两位，太强了，都猜对了，因为这个嘴，这个嘴和这个鼻子太形象了，对对对，达到了极大的相似度。我要这样。哎，你那个呢？你怎么猜到的？头巾，这能看出是头巾？头巾，这能看出是头巾？这不是系上的吗？然后他给了我三个圆点。三个圆点？三个字，我就想到王母了。哇，这么聪明，特别聪明。你还给三个圆点呢？特别聪明。好，请大家就位，下一题，开始。呀呀呀呀呀！啊，这个太简单了，这个好听，好听，好听了。三个点，三个点，三个点吗？这个好猜。这上面是上面是人，这上面是人。你这不对了，你这马上变成鹅了。哎，那人头发呢？他这个，那头发那是，完了变成外星人了。给你捏尾巴，我先给他捏头发吧。哎，你们让他坐起来，鱼美人鱼是这样的。哎，海哥是这样，坐起来吗？对，是这样，这样。不错不错，坐起来。病得很重啊，你是何方神圣啊？这个啊是有腿的，这个是太吓人了，咱捏的真的俩应该没问题，这非常像我吃的一个东西。三二一，恭喜我们小朋友组获胜。可以走了，真的。哎，你们吃泡椒牛蛙里面不是那个辣火锅？你可以走了，真的。真的，跑男的门槛啊，还是需要一定的门槛，你知道吗？从表情来看，他也很痛苦啊。他牛蛙哪里有眼睛跟嘴巴？牛蛙真的有眼睛和嘴巴，嘴巴还特别大。长这样吗？人的眼睛和嘴巴。长这样吗？你讲道理 ，baby， 牛蛙真的有。牛蛙的眼睛跟嘴巴长这样吗？我们跑男团的门槛太低了，这个连牛蛙有没有嘴巴都不知道。现在兄弟团要接受一个惩罚，来吧，重一点。哎，是不是太轻了？对。我要弹了，使劲。配音弹的没有劲。哦，我这还可以。哇！哇，谢谢了。经过三轮的比拼之后，现在两队的比分是2-2，打平，所以兄弟团不能获得复活卡。好，再次感谢我们小朋友的参与。通过这个游戏，让我们看到了你们有超级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工人朋友们也在不断地发展新的技术，所以接下来我们想为大家隆重请出一位嘉宾，他就是我们皮带运输机的母亲刘明老师。大家好。欢迎刘老师。老师好。我们七朵金花工作室呢，主要是负责新产品的开发研制，我们自主研发了带式输送机，就跟我们刚才看的这些传送机工作原理是一样的，然后在煤矿井下呢，传送的就是煤炭。哦。我们背后的这个液压支架呢，就是我们厂自主研发制造的，对于我们煤矿井下的安全支护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哦。这些液压支架，在之前的时候我们都得从国外进口，
但是现在自从我们自主研发出来之后，我们就自给自足，而且这个在市场上一直是供不应求，所以也特别为我们的郭荣兄弟感到骄傲，谢谢你们。谢谢欢迎你们啊，谢谢，接下来我们将会前往大同的古城墙，来接受今天的第三项挑战。像跑起来的感觉，古风小孩，哎，像不像在那古风机前？哇塞，居然有这样的地方！这是跨栏吗？这是要干什么？是钉手吗？哎，不是，有锤子，我是拿手按钉子。欢迎大家来到大同城墙。大同有三代精华、两朝重镇的美誉，特别是以云冈石窟、北魏悬窟寺为代表，有着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在这里，你们要挑战的工人数量已经上升到了50位啊，50位。让我们欢迎我们的工人兄弟登场。哇，大阵仗，吓得我都不敢回头看。哇，这么多人，有点要来砸场子的感觉。我们做错了什么？走。哇，太帅了！帅，帅的。我们马上就要开始第三轮的比拼，但是在比拼之前，我们这里也准备了一些特长，吃的。啊！工人代表钟玉生。他的民歌唱得特别的好，来，小钟，来一嗓。麦克风。太好听了！哎，我们也有颜值代表，我们的儿歌唱得特别好啊！儿歌唱得特别好啊！来，咱俩一起来，不能一个垮，还得一起垮。好垮的你。特写 Fox， 红花的你就红，杏花的你就白，杏花的你就白。感动吗？感动也给点掌声好不好？老师感动了，你看可以吗？老师，我感动到哭了，可以吗？真的，我们努力了。能不能来一个？咋来一个说唱，好不好？来一个新时代的。那我们接下来和那个程程来配合一个吧。可以。啊 ，Big Box， 来，有请我们的梅花鹿的王栋。没有啊，厉害喽！好，观众朋友完全没有任何排练啊，开始。呀，哎。
Mic check, say what? Hello, one, two, three. 大家好，我是来自 9% 的 FCC。初来乍到，来到朋友来和大家相聚，希望能和在座的哥就变得更加亲密。当然，游戏要继续，不需要有所顾虑。但同的媒体早已为我们开始播的情侣，我开始做起笔记，写下我回的记忆，就把这里发生的故事变成我的回忆。What's good? Yeah。可以啊，你现在可以啊，小伙子。你们还有什么技能？我们接下来是我们梅化工的李健，他给我们带来的是复古的那种 disco。 哦，那是超哥的。那不是我的，我现在是这样的。来来来来来。Oh, yeah.超学出了精髓，我真的。僵硬舞啊，没有，就身体的摆动其实真的很大。哎，绝对是精髓。这个我第一次见。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好了，停停，可以了，收收收收，音乐节。真的要停。好了好了好，可以了可以了。这个我跟你说，落单可以。落单来。自由泳，自由泳。楚岚，升级一下。好难弹，比怪是不会输的。Baby 已经放飞自我了，我跟你讲。其实我们这位工人兄弟为了今天跟大家进行挑战，他学了小鹿的一个舞蹈。哇，真的假的？哇塞，哇 ，amazing， 完美，太可爱了。哇。什么？你确定吗？好，我跟你学吧。站在原地找着什么？早已经跟不上我的节奏。真的，小鹿你输了，输了，输了。哎呀，小鹿，原来你是这样跳舞的，一模一样，一模一样。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挑战。请来领取肉卡。每的一共100颗钉子，每颗钉子只能砸一下，砸进去多的一堆火星。哦，对，我们兄弟团每个人砸10颗，我们的工人兄弟每个人砸2颗，最后我们看钉子砸进去多的一队获胜。这一轮如果获胜的话，大家可以获得2张复活卡。哦，必须的，必须的，锤子都不用，手一下一个。我们工人兄弟，请第一位出战。哇哇哇塞，你看看。 No， 你好啊，体重多少？我们颜值担当。200多。你是体能和颜值的所有的担当吧？我们用手就砸进去了。我们现在一锤准，准备开始。大哥，你想清楚。他只是手腕动了一下。最后这位感觉什么？像吹生日蜡烛的时候，别人都是这样吹的。他是，对，真的。武功高强。老李头打个样。你来。加油啊，给我们加个油。
去。木板都要飞起来，木板飞了，不能太快，哎，稳一点，稳扎稳打。来吧，光荣兄弟，下一组。哎呀！哇，好准啊！都是文艺工作者，相煎何太急啊！小鹿吧，来，小鹿试试，漂亮！耶！差一点了，这两个好可爱，力量不够，这样，耶，再使大点劲，好，有一个，加油加油，咱现在落后多少个呀？落后七颗，落后七颗，就我们要打进八颗，要打八颗才算赢，七颗打平。加油，杜拉！超紧张，这样我就不敢看了。我们的奔跑侠呢？奔跑在这里。奔跑侠，二一，开始。漂亮，可以可以可以。耶！完美。漂亮。来了来了，希望来了！天哪，我都想哭了都。耶！漂亮！打完这个就赢了，打完这个就赢了，打完这个就赢了。加油！传中！哇，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打完，打完，打完！耶！恭喜兄弟！奔跑侠果然厉害啊！你们现在快不快乐？感到快乐就要拍快手了。好，如果我们感到快乐，我们就拍快手。耶，来吧。其实现在在新时代的产业工人们，并不是大家以往想象中的拿着锤头、榔头的样子，他们更多的是要操作自动化、智能化的机器，但他们依旧风采出众。让我们看到他们更多的活力和不一样的才华，感谢我们的工人兄弟的参与，也恭喜兄弟团再次获胜。谢谢大家，谢谢，太棒，太棒了，工人。感觉我们要被撕碎了。欢迎大家来到大同大学体育场，今晚我们将在这里进行10 VS 100的终极对战。10 VS 100的终极对战。Oh no！ 你们要对战的项目是百人拔旗赛跑。每轮比赛，大家穿过障碍拔到旗子的人顺利晋级下一轮，没有拔到旗子的人淘汰。复活卡只能用于当轮淘汰的成员，过时无效。啊！这回是真正意义上的跑男啊！我们两位工人运动员已经在领先的位置。旁边有个很快的人，真的太激烈了，小猎豹变小花猫了。我在那儿有心理障碍，我相信你在里面出现奇迹。行了，行了。
不会让大家失望的。现在也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身后的这100位工人兄弟，他们来自于煤化工、科研工程师、电力工、煤矿工、装备制造工等等。他们当中有野战军出身的工人，哇，野战军啊！还有我们国家二级运动员，国家二级，那你这个胜之不武啊！还有不运动的朋友，没有。不要再说出来吓唬我们了。拔旗障碍赛总共进行5轮，分别是100进50的 A、B 两个小组赛，50进20淘汰赛，20进7的淘汰赛，7进3的半决赛和3进1的决赛。海哥，那今天咱俩得狂跑。你们这么多人，让让我们吧。我们能活着就不错了。让让我们吧。请兄弟团决定你们第一组要出战的5位成员是，这样吧，我觉得随意来吧。我跟老李都分开，程程和你分开。那请第一组出战的5位兄弟团成员和1到50号的工人兄弟成员到起点处就位。加油！这回是真正意义上的跑男啊！亲爱的各位来宾、各位运动员，大家晚上好，我是今晚比赛的解说陈根。我是今晚比赛的解说莫涵，很高兴见到大家。在这里呢，我们两个将会搭档给大家来奉献一场比赛的解说。这场比赛的名字非常有意思，叫做百人拔旗障碍赛。我准备挑个姑娘。哎呀，姑娘都在这儿，我爱着姑娘。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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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在你旁边。能显得我稍微快一点。现在 A 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是110进50的比赛，好紧张啊！跟那么多人一起跑，跟那么多人一起跑，还没跑呢，我就觉得已经要岔气儿了。哇，心脏突突突！对于今天的这个赛道有信心吗？有信心，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吧。对，有啊，我们是最棒的。耶、加油！奔跑侠！大家准备，各就各位。预备。我们第一轮 A 组比赛的结果，我们的兄弟团当中晋级的是邓超、鹿晗、陈赫、王祖蓝和王珞丹，全部成功的拿到了旗子。就是最容易摔倒的，就是那个海绵的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稍微，哎呀，吓了一下。我一步飞过去，我不管了，我也飞过去，我一步过去，我飞过去，膝盖踏是吧？你看那个是个弯道，对。第一个环节当中，晋级的里面只有2位女生，所以你的心情如何？我的心情很激动，主要是我是当兵出身，所以我觉得我跑步应该还可以。那有没有什么一些经验可以对后面的队友说呢？不要怂，不要怂。现在有请我们 B 组运动员全体就位。哦，哎，我们这队明显很强哎。
组都是男的，没有女的。我已经不想说什么了。哈喽，手下留情啊，哥哥们。你们这边是你们谁跑得最快？他跑得快。哥哥，你不能这样，你骗我来，你还你跑那么快，你叫我来这里。这哥太坏了，他一直过来呀过来呀，然后他们都说他跑得最快。靠你了，靠你了，真的，反正还可以复活的嘛。反正还可以复活的嘛。什么意思？你还要复兴可以复活吗？最快的男人还要复活？这一看就是运动员，长得就像个运动员。你看，来，我来帮你。六六六，你看你号叫六六六。好，现在我们比赛马上开始。当中，郑凯手里已经拿着一面旗子了，李晨也拿到了，范丞丞也是拿到了一面旗子。没有用，没有棒子，没有拿到，没有拿到。现在我们看到兄弟团的女将非常的可惜，没有能够成功的拿到我们终点的旗子啊。啊，没拿到。快快快，他们这波男生好多男生啊，男生。尽力就行，还往回还回头看，尽力就行。拿到旗子有没有很开心？当然很开心了。对自己的接下来的比赛，你有没有一个名次的预算？前十吧，前十，我对自己还是比较蛮有信心的。你是野战军，所以刚刚这个跑道对你来说是不是很简单？也不是说非常简单吧，但是挺熟悉的。你觉得兄弟团里面哪几个可能赢过你的？我觉得陈哥还有郑凯。看来 B 组的比赛相较于 A 组来说，兄弟团的表现不甚理想，但是在这一轮他们还是有复活卡可以使用的，不知道会不会使用。我觉得留给你们吧，因为我们对男孩根本没法跑。刚才上一轮已经把跟我们差不多体力的都筛下来了，复活了我们，下一轮我们还是会被淘汰的，还留给你们吧。所以你们这一轮是否使用复活卡？不用，不用，不用。那他们就得被淘汰了。我们帮你们加油。下一轮我们要进行的是50进20的淘汰赛。其实很难的。不见得赢呢还。现在我们第二轮比赛50进20的淘汰赛马上就要开始，请各位工人运动员以及兄弟团就位。现场的跑步不是我的强项，踢球是。给他们加油！加油啊！哇塞，全是男生了。刚才一轮还可以，这一轮说不准了。我在女生这儿吧。女生是压力不大。嗯。哎呦，太累了，小腿都抽筋了。跑这个赛道，你觉得对于女生有没有一些技巧啊？就是拼命的往过跑吧。刚才我感觉有如神助。现在有请我们50位运动员全体就位。加油！加油！
轮比赛马上开始。好紧张啊，好紧张。我现在心跳都加快了。预备。陈晨的起跑非常的快，我们看到有很多工人朋友跑得非常的快。最前面那位工人朋友还没有到终点，已经举手在欢呼了。郑凯，郑凯冲过了终点线，哇，一起越界了八次圈，鹿晗非常的顺利。陈成功的拿到了一面旗子，鹿晗现在也已经成功的拿到了旗子，邓超和陈赫、范丞丞、王祖蓝也都非常顺利的拿到了旗子。我就知道我拿不到，时间没拿到。哎，没事，我没拿到。跳进去的时候还有旗子吗？瞬间就没了，跳进去睁眼瞬间没了。确实有这个体能啊，你拉到一个很高，很消耗太大。恭喜一下，据说你这一轮是第一名。发挥好，发挥好。按照你的预想当中，这一轮还是拿到旗子了。对的，我刚才说要跑前十。接下来为各位来公布最终晋级的名单，他们分别是鹿晗、范丞丞、王祖蓝、李晨、邓超、陈赫、郑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今天第三轮的比赛，也就是20进7的比赛。同时呢，我们的导演组在这里又设计了很难的关卡，泡沫柱区现在被换成了充气圈。哇，换东西了。哦，这么钻进去的。这个你会不会卡住？应该复活一个，让他占一个名额。我不要。你起码占一个跑道。20进7嘛，我肯定就下来了。起码堵住一个洞，他们过不去啊。对，这个好。我觉得复活。复活吧。我那洞我就钻不过去。没事，你先堵一个洞是一个洞。要堵一个人。把落单安排在人多的地方，把那个洞堵住。所以你们这一轮是否使用复活卡？复活吧。我们决定，一致决定，启动复活卡。复活落单，我看看那个洞是怎么玩的。去看看那个铺好垫子什么样。我也去看一下。哎呦，下雨了！每一次跑男都要经历这样的画面。雨好大呀，雨好大。天意，下雨了。这是天意，这个要穿过去吗？可恶！哇，这叫前滚翻吗？哇，这样跳跨不进去的。可以。看，我告诉你啊。有请我们这一轮淘汰赛的所有运动员就位准备。的确要提醒你，那你太强，我不跟你在一块儿。运动员，那是你强。又是你，你那么快。靖哥哥吗？他都很快，他们。哥，你跑慢一点好不好？这几个都快的没朋友，我跟你讲。在这种环境之下，我们的比赛变得格外的艰难。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们，一起为场上的所有运动员来加油！有请全体运动员就位。洛丹加油！好！走！加油，跑男加油！加油！跑男加油！各位，
和李晨拿到了旗子，鹿晗也拿到了旗子。你好快啊，志凯手里已经拿着一面旗子了。我们看到很多工人的朋友也拿到了旗子，我们看到超快，他超快的，他超快。同时我还看到了邓超，超哥也是拿到了旗子，非常的骄傲。从邓超的表情可以看得出来，这短短的不到100米的距离跑的是非常的艰难，现在队友来给他送上一个鼓励的拥抱。太棒了。Thank you. 每个人都有毛巾了没？谢谢。我跟你讲，我头不行，我跟他们在那个地方位置，我没有办法滚。冲在前面的是李晨。我的头钻这个特别有压力，因为不管怎么，他会震一下。超哥刚刚是最快的，对，飞出来了。小猎豹最快，小猎豹最快。我旁边有个很快的人。很快的人，很快的人，他们中间有两个跑了好快的，跑了好快的。哇哇！哇，非常的快，非常快！我们看到最前面的是谁？志凯。所以现在你顺利已经进入到七强，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我是梅化工的张志超，主要是一名仪表工程师。谢谢，我平时喜欢踢足球。所以运动比较爱好。我知道你拿第一，我会尽力的。所以你这轮又拿到七，对不对？当然，就必须的，特别有自信。现在有没有决定要进前三？进前三，确实这回就是压力比较大。前三，努力吧。大家好，我是塔山电厂的一名员工。叫什么？我叫贾舒凯。是呀，恭喜你顺利进入了七强了。对。刚刚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你的速度已经跟郑凯差不多了，你有看看你旁边吗？郑凯的小哥哥就在我右边。那你觉得在下一轮就是七强的比赛过程中，你会超过他吗？尽力吧。贾舒凯，他曾经在100米的赛跑当中跑出了11秒多的成绩。哇！跑出了11秒多的成绩。就是那个短头发，是那个特瘦的那个二级运动员。哎呦我的天哪，跑得特别快，真的复活吧。我觉得现在他们有几个人？他们现在有3个人，我们有4个人，7进3。接下来就是谁没抢到？我没抢到。我跟你跟他，我们三个是不是复活？不见得赢呢。还复活成晨吧，你还能跑吗？我能跑，可以。晨晨，你再上去跑10遍。加油加油！好，我们准备启动我们的复活卡，复活范丞丞。我们的兄弟团选择了复活范丞丞，现在也就是说这一轮7进3变成了8进3。接下来呢，我们的。下一轮8进3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来有请我们的运动员到台上，诸位。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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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擦完赶紧躺哦。哦，谢谢洛丹。现在体能上有点吃不消吗？没有，我在这儿，我头过钻不过去，那个他们可以钻过去，我只能一点点钻过去，我在那儿是个障碍。我的天哪，对我来说，我在那儿有心理障碍。哪儿是那个钻的那个？对啊，对，他说这个会碰到。对，你小心点吧，我在那儿有心理障碍。小心点，没事，这一轮我们是8进3，对，我觉得胜算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人多。加油，陈哥。没事。兄弟团。加油！邓超，加油！对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喊好不好？兄弟团，加油！同样，我们也把支持的掌声送给现场的工人运动员。加油！就剩你们三个了，加油啊！就剩你们三个了。虽然我是兄弟
不容易了，一定要加油，好好跑。各位各位，预备，李晨现在是跑在第一个特别的快，但是经过第一轮的陈现在是跑在第一个特别的快，但是经过第一轮的压小鹿摔了，我们两位工人运动员已经在领，我们两位工人运动员已经在领先的位置。One。所以我们现在的兄弟团是只有李晨拿到了一面旗子，其他的兄弟团的成员都非常的遗憾。我们的兄弟团鹿晗现在是非常的没有拿到旗子。鹿晗刚才在出圈那个环节摔倒了，还好吗？没事，真的，没事吧？没事吧？我没事。还摔了一跤。没事没事。还好吗？没事吧？没事吧？我没事。还摔了一跤。没事没事。我们这一轮应该还有复活的机会。对，没错，还有几个复活。但是剩下来不是人数的问题，你多也不一定比他快，你多也不一定比他快。前三了，开心吗？说一下自己。非常开心。觉得接下来的比赛三进一，有没有信心？我努力吧，我相信。给自己加油，好不好？加油。因为接下来是三进一了，你觉得有没有压力？有的。那你觉得自己有没有信心？有信心，我觉得我能跑过他们。前三名还有一个李晨和另外一位队友，对不对？所以你觉得他们俩谁会是你比较大的竞争对手？我觉得。我的队友吧，我的队友吧。他还没发力，那个人还没发，那个人还没发力。他回头看你们的时候，我惊呆了。看到我们的郑恺在全力的加速，郑恺在冲刺。是那个小胖子戴眼镜吗？两个人都差不多快，那两个人都差不多，很快。我们刚刚看鹿哥是特别快的，对，小鹿特别快，只是滑了一下。反正这个票很简单，就是我们三个选两个，非常容易。你的那个冰块在这里。你敷半个小时以后，你就把它拿开，等一会儿，不要放的时间长了，冻伤了。好，知道吧？好好，谢谢。哎，我们请。半个小时就拿开个20分钟，好，再敷。好。刚刚那说11秒，二级运动员是11秒5，一级运动员是10秒8。你是几级？二级。
你也很厉害。十年前我是二级，十年前我是二级，你现在大概三级。我二十级，现在是。我现在是高三。我现在是高三。我有可能吗？是不是受伤了？缓一缓。没体力。我想上个厕所去。跑不动了，小猎豹变小花猫了。King of running. Now, w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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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we're in the middle你们在一起会出现奇迹，没问题。那没问题。你看着前面那个旗子，就是那个蜡烛。对，什么都不要管。生日蛋糕上面的蜡烛，还有兄弟们一起跑，就这一把了，拼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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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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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加油，凯哥！现在马上进入我们最后一轮总决赛，让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为我们这五位闯到最后总决赛的运动员一起来加油鼓掌，好不好？加油，兄弟！一二三，加油！超快，他超快的，他超快。我刚才看到我们兄弟团的成员啊，为了减轻身上的重量，连别在身上收声的这个麦克风都已经摘掉了。每一位兄弟团的成员，每一位参与录制的我们工人运动员，都是非常的认真，非常的想要获得最后的最好的成绩，因为只有这样才是对对手的最好的一种尊重。哎呀，算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好吗？友谊第一，来来来，来，我带你跑，真的好快，人打的。加油加油，没事，没事吧？没事没事。最帅。贺哥，你觉得现在的情势是怎么样的？你觉得这一轮比较看好你们队还是工友队？我觉得我还是看好跑男吧，我们自己的团队，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有太多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但我们都把它克服了。我相信他们绝对可以，他们能量太大了，一定可以。但是我刚刚采访陈哥的时候，他说他有点心理障碍，不太敢过呢，因为受伤了嘛。对，你觉得那谁会比较有可能成为最后那个？他们三个都有可能。李晨虽然他是大黑牛，但是其实很腼腆。在关键时候，李晨永远是最可靠的人。嗯，小鹿、郑凯也是一样的，他们很快。刚才因为路面很滑，所以他们滑了一下。其实他们很快，真的。我们看到郑凯非常的快，哇，小猎豹
正牌第一个进入了冲击圈，加油！哇，正牌！太棒，太棒，很厉害，很厉害！李晨后面好厉害了，很厉害，李晨很厉害，很厉害！你们三个人太棒了，没事，没事，很棒，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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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加油！完全是体能问题，太棒了，太棒了 ！OK 了 ，OK 了 ，OK！ 我从来没有那么近距离关到那么有那么精彩的比赛，没事，已经很厉害了，人家跑圈很快，谢谢哥，可以的，可以的，别忘了。幸福宝宝，小猪排，加油！在今天的所有的环节当中，不管是我们的工程队还是我们的奔跑队，都表现出了非常高的竞技水准和非常高的职业水准，所以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今天所有的参赛运动员，谢谢你们。我之前想过自己能不能拿第一，但把握没有那么大，最后我做到了，就是挺激动的。我们今天十 vs 一百的与工人兄弟的对抗，最终的结果已经出来了，获胜的队伍就是我们今天的一百位工人兄弟代表团。工人兄弟代表团，而我们今天最终的冠军是一名电力工，他叫贾书凯，让我们欢迎他。贾书凯，跟我跟我。哎，是不是名字里带凯的都跑得特别快啊？他将获得由 MC 提供的金牌一枚，而我们其他的每一位工人代表也可以获得 MC 为大家准备的小礼品。我觉得，观看。我觉得今天，首先，为跑男团的兄弟们感到骄傲，然后更为我们的兄弟团、我们的工人团骄傲。太强了！耶！要说的是，在每一个岗位上都是不平凡。谢谢你们为我们做的贡献。然后今天我们特别开心，然后也学习到很多很多的东西，特别特别注入了非常大的能量，感谢你们，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其实就是每个人在不同岗位的奔跑，也希望你们和我们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奔跑下去，谢谢你们。加油，加油，加油！今天感谢我们的工人兄弟。
在今天一整天和大家的相处当中，通过游戏互动、才艺比拼，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工人年轻活力、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他们普遍拥有高知识、高素质，在工作中富有创造力。他们主导了很多自主研发的项目，为祖国的腾飞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他们在生活中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用更饱满的精神诠释了什么是新时代的工人。咱们工人有力量，无论在什么年代，咱们工人都有力量。奔跑吧，工人！进入奔跑吧话题，参与奔跑故事挑战赛，点击微博故事参与奔跑新鲜问答，参与奔跑吧话题互动，积累永远值。关注没有机会，欢迎登录蓝天下官网、中国蓝 TV、腾讯娱乐、网易娱乐、搜狐娱乐、搜狐娱乐、人人网、新华网、公屏网等平台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感谢人民日报、网易、腾讯、凤凰、搜狐新闻台、今日头条、搜狐、首席娱乐门户合作、新浪娱乐、深度媒体合作伙伴、新浪新闻客户端、科阳媒体合作伙伴、百度新闻客户端、深度资讯合作媒体 Zucker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请继续加油！加油！加油！